关注食安话题，强冠公司去年九月的时候爆发搜水油事件，造成食安风波，遭到检方起诉。屏东地院今天下午四点宣判，强冠公司董事长叶文川、叶文祥及副总戴启川各二十年有期徒刑。劲威公司卖皮革油给饲料公司部分仍在审理中。